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欧阳妮妮与张书豪之前合作演出《脑波小姐》而爆出绯闻，最近又被媒体爆料张书豪在女方家待了24小时，疑似同居，更被猜测如此大胆行径可能已获得长辈认可。近日，欧阳妮妮父亲欧阳龙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尊重孩子，也祝福他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